这消防栓为什么是没有水的？这都是我一些的健康一直都有做电视一把火没火就因为消防栓没有水因为救火这消防栓也是没有水的两个消防栓都没有水错过了救火的最黄金的时间真正在看着大火烧了那么长时间从小火变成蔓延成大火